亦都係一種生活態度啊！喺呢度收藏咗香港著名藝術家鍾健新先生嘅名畫作品，等我同大家感受一下呢度充滿濃厚嘅藝術氣氛之餘，亦都享受下呢度嘅美食啦！咁先至係追求完美嘅生活態度啊！雅聚咧，唔单止可以欣赏到著名艺术家嘅作品啊，亦都可以品尝到大师级好好味道嘅菜式啊！喺我前面咧就系著名嘅南瓜汤啦，而呢个南瓜汤咧系用新鲜南瓜磨成南瓜蓉啊，绝对系真材实料，五含面粉，绝不欺场啊！等我试下先，入口好清甜啊，令我整个口腔咧都充满住浓郁嘅南瓜味啊！在我前面的 appetizer 就是温泉蛋沙律，看看这只鸡蛋几大只，就是采用了新鲜的农场鸡蛋制作成温泉蛋的，也都有高级的沙律菜，好像火箭菜又或者是 roaming lettuce 等等的，等我试一下。哇，吃落口感觉很清新啊，同埋呢啲酱汁调配得好好啊，系师傅特别调制嘅，用了黑醋汁啦，同埋橄榄油制作成金芝麻酱噶。试下个温泉蛋先，咦，同平时有啲唔同喎，感觉特别新鲜，特别 fresh， 好似置身咗喺农场一样啊！达里烤鸡啊，点解会咁出名呢？原因只得一个，就系佢够新鲜啦。呢度嘅老板咧严选香港嘅新鲜活鸡，香港泰安鸡100%无激素噶。点解呢？因为老板咧嘅经营之道咧就系坚持食材一定要讲究新鲜，食得健康先得噶嘛。系时候开动啦，试下呢个达里烤鸡究竟有几新鲜先。啲鸡肉真的很鲜嫩，同埋咧皮烧得很甘香可口啊！喺我前面嘅就是德国猪手配蜜桃烧汁啦。德国猪手就举世驰名啦，而且做法十分讲究噶。今次咧仲配埋蜜桃烧汁，可以话系非常有心思噶。可以话是外脆内嫩啊！皮咧就好松脆啦，而肉质咧就好嫩滑喎，再配埋蜜桃烧汁咧，中和翻猪手嘅咸味啊，可以话系 perfect match 啊！喺我前面嘅咧就系烧完只深海鱿鱼配黑松露牛粉意大利饭啦。呢一道菜式咧选用咗深海嘅鱿鱼啦，名贵嘅黑松露，同埋十分健康嘅杂粉喎，再配埋 risotto 啊，真系好有创意噶！risotto 嘅味道好香浓啊，再配埋黑松露嘅清香啦，杂菌嘅清甜味道啦，仲有唔少得嘅咧，梗系鱿鱼嘅鲜味啦，可以话系多重口感嘅尝试啊！一道菜式可以由味清食到佢味浓啦，都可以品尝得到可以话系烹调嘅艺术啊！Fiji Country Arts 的木糠蛋糕是非常出名的，为了回味这里的木糠蛋糕，无论远近的客人都被它深深地吸引住，感觉就好像初恋情人一样。相信大家都有一种用言语形容不到的满足感，在繁圈的闹市里面，来到 Cafe Country Arts 就可以有一种心灵和味觉上的享受了。艺情雅聚餐厅的地址在大埔大美督龙尾村64号 boy， 如果想来这里的话，可以在港铁站大埔墟站转乘二小巴20号 C， 或者转乘75号 K， 在大美督巴士总站落车的。